上礼拜周末买了点这个牛排，哇塞，一共30斤啊，还没来得及做。今天媳妇儿馋了，我从冰箱里边把它归置出来。今天咱们做一个红烧牛排。咱们先准备点葱姜，这葱呢是我老丈人家自己种的啊，自己种的这个葱呢，好像这个粗细上差点意思啊，很多朋友会不满足，但自己种的东西贵在绿色。把姜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。上次我看到留言区留言，有人留言说这姜里边有这种颜色，就算坏了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坏了。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。咱们这个牛排是老板提前帮咱们处理过的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你这牛肋条的雪花啊，相当漂亮。这一块都相当满足了，我天！按这雪花来说，烤着吃应该更爽。找几个肥的，挑几个瘦的。咱们先把牛排给它焯个水。那锅里边，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料酒。水开后，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撇一下。焯差不多了，咱们把这个牛排给它捞出来，然后咱们把这个。然后咱把焯好的牛排冷水给它洗净了，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，油温三四成热，咱们把葱姜蒜给它下里边，简单咱们给它煸香，来勺郫县豆瓣酱，小火给它炒出红油。烤香以后，咱把这个牛肉块给它下里边，再给它简单反复煸炒一下。烤香以后，给里边喷点生抽，来上一点点老抽，反复给它煸炒一下。然后给里边来点水，然后咱们再来点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白芷、草果，给它放里边。稍微给里边来点蚝油，然后搁点盐，来点辣椒面。接下来盖盖，咱们给它焖上一个小时。牛排炖的差不多了，咱们给它出锅。哇，哈喽哈喽，大家好，我天，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了。哇，来点牛肉，超级贵了。哦，刚出锅的牛肉啊，非常热乎。咱们这次来块给力一点吧。再来一块，哇，这一块肥瘦相间，相当完美。
这一块才是真的极品。哇，还不算，超级爽。嗯，很 happy。哇，来一个小一点的，这块相对瘦一些。超级满足，啊，接下来咱们再来一块，来一块这个瘦一点的。这牛肉的肥肉多少有点松散，但也蛮诱人的。来点这个辣椰菜，去油解腻增香了。